伯呢幅画先最靓。我想幅画多啲绿色，佢想画个远啲嘅景，睇得更广阔。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，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。善用每一笔，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。2023-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，去 budget.gov.hk 发表你嘅意见啦，一齐画个好景啦！